会教育事业协会的丁福祥丁秘书长。那我们协会的网站，各位可以看到红色这张单子，哦，那其实应该讲是这本啊，我应该先讲这本啊，哈，这本是我们去年11月6号办的颁奖典礼的活动，那后面有详细资料，哦，有我们协会的网址跟那个阿公阿妈的网址，还有一个苏西主教的网站，我帮苏西主教，我不是天主教徒，但是我苏西主教帮他做了一个，现在目前是唯一的这个网站，里面有摆一些苏西的资料。重点是我们希望把老人的智慧能够流传下来，这是我们的重点啊，哦。那至于怎么做，我们这边刚才有稍微解释一下，是，里面有很多那个经典的话，各位可以来做一些参考哈，哦。然后上传的部分，我在红色这张单子上面有说明。第一个，你要先到 YouTube 加入会员。啊，这个应该说明上，如果说不清楚的，希望您欢迎打电话跟我联络啊。上传到 YouTube 加入会员之后，我们备妥录影机啊，备妥录影机，然后就这第二项，在那个第二项第六条第二项，然后再来录制内容，这边都说明得很清楚。然后反面过来，放到档案，把录好的东西放到电脑里面去，把它存下来，边上做上编号。第五个，我们再到 YouTube 的网站上上传，那这边有5点说明，描述栏、标签栏、类别栏跟第5项跟第6项，我这边都说得很清楚，各位可以只要操作一次就应该很熟练了。那这些上传完之后，你到 YouTube 上传完，它会给你一个网址，那这个网址会在我这边有说明那个第4项那边。在分项选项中，第一项网址 copy 到阿公阿嬷的网站，那边有个网址，他会给你。那再来第6项，进入我们阿公阿嬷的经典网站那边首页，首页的右下面第一条，在那个第6点的第一条网址，我们点击右边私房话报名选项进去。然后第二个部分，请注意到要勾选我同意注意这三注意那个4项，然后点下一步之后会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画面。这个画面点进去之后，我们再看第3个，请详细填写报名格式内的资料，将上一步骤分项选项的第一个网址，就刚才我们第5项的第4点那边，把它扣到我们的那个倒数第2栏的 YouTube 影片网址里面。好，再来点上点送出之后，按确定，影片就可以正式。记得还要再加一个确认啊，这部分这是我们上传的部分，这很简单。说明如果说不清楚的，欢迎各位跟我电话联络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区长过来了，我们，交给时间交给区长，谢谢。